呢就是一整个大镂空，所以比较适合穿隐形的胸罩，但是我现在没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楼，今天呢就是一期夏日穿搭分享。我呢最近买了一大堆夏日的衣服，那因为我真的实在非常非常非常喜欢拆包裹的感觉，所以呢我就会一次买很多衣服。那今天呢就是来跟大家一起开箱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Go！ 其实这次呢我除了衣服以外还买了不少奇怪的东西。首先第一件呢就是这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咖啡色短版上衣，我来上身给大家看一下，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。其实它很好搭，下面搭牛仔裤也很好看。那我今天裤子是比较大一点，所以再拉高一点，这样就很好看。Sorry， 我拉掉。这种有领子的衣服，头发绑起来就会蛮有个性的，这样。但是看起来，有点美式的风格。下一件是这个，我最近迷上有袖套的衣服。我知道很多人看不懂，但是我最近就是特别喜欢有袖套的衣服。虽然现在天气很热，但袖套还是要戴。像这样子的感觉，也是比较偏美式的感觉啦。头发可以放下来看看。这样，再戴一件牛仔长裤，牛仔长裤。这样就是一个很 chill 的感觉。我发现我的镜头架得太近了，太偏一点。好漂亮，海绵宝宝。这样就是蛮轻松的一个穿搭，还不错嘛。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尖尖，好看好看。下一套，我买了一个麦当劳的袋子，你们也知道我视麦当劳为家人嘛，所以呢，我就直接买了一个麦当劳的纸袋。但是呢，它有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不太知道它这些扣子是什么用处，然后它没有拉链。虽然它空间还蛮大的，然后里面有一些内袋，但是它实在是太难懂了，到底要怎么用啊？反正我也还没背过它啦，就是背起来给大家看。它现在里面没有东西，背起来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，也是还蛮另类的 Y2K 嘛。下一件呢，我买了一件非常非常桃红色的牛仔裤裙。对，先把它拆下来，剪刀剪刀，它这个扣子还要自己剪。这样子的感觉，它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太松，但是还可以接受的范围啦，还蛮好看的。因为我一直都没有这么色彩鲜艳的裤子，所以我就想说买了一件试看看。它上身如果搭一个它同色系的衣服也会很好看，搭一下，像这样，好像还好。OK， 下一件。刚刚搭在粉红色裙子里面的这款桃红色衣服也是好看的，然后呢它是比较长版偏下半身适中的那一种，所以呢它如果你去搭一个长袜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哦。下一件就是比较偏夏日的这种小吊带，那它的小巧思就是在它的纽扣是爱心的，我真的很喜欢衣服有这种小小的细节。穿这样整个就很符合今年不是很流行那个什么多巴胺的造型吗？这就很亮啊，又不会被车撞到。这条线是要照上去，因为呢它这边有一个剪裁是往下扣的，所以它这外面这一片呢会往下，所以这样是正常的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好看就完事了，这样就很少女很青春的感觉，耶、yeah!再来呢，我买了一副黑框的眼镜。其实我有一副跟这个一模一样的，然后是有度数的啦，我就买了一个没有度数的，这样子有戴瞳孔放大片的时候戴眼镜也是会蛮有精神的，而且素颜的时候也可以戴，还不错吧，蛮勾追的，很像阿拉蕾啊。然后呢卖家有送我这两个小夹子，但是我不太喜欢这种夹子，因为它这边有点太凸了，所以它夹的时候要从后面开始夹，可是从后面开始夹的话，从后面看也有看到这凸
突出的地方，所以我不太喜欢夹这个出门。那如果在家只是夹刘海的话，我才会夹上这个东西。但是我自己呢也买了一个夹子，你们大家知道我就是无麻将不欢的麻将爱好者，超爱打麻将，所以我买了一个麻将的发夹，是中还有发，然后我想说如果我中跟发都买，这真的太疯了，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个中，希望我以后打麻将把把赢，好不好？把把赢，以后打麻将都带这样去，看谁还会赢我的钱。再来是最后一件，这一件呢它是吊在脖子上，然后后面是整个大镂空的衣服，算是微性感，但是它的配色又是比较可爱的衣服。它的正面呢是长这个样子，哎，这个麻将先拿掉，有一点煞风景啊。它的正面是长这样，它这边有两条线，你可以选择绑后面或者是塞进你的衣服里面，就这边就会两条，也是蛮有造型感的。那它后面呢就是一整个大镂空，所以比较适合穿隐形的胸罩，但是我现在没有，我现在里面穿那个 CK 的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其实有这条线也不会到很丑，但就是如果你想要更辣一点的话，就穿隐形胸罩这样子。然后它这边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弧度，这件还蛮喜欢的，也是我发现我这次买的都比较美式风格一点，可以走另外一种路线。对，它绑马尾起来的话也是很像在那个美式冰淇淋车卖冰淇淋的小姐，嗯，好看，而且它这样搭起来颜色也很好看。我发现这件裤子跟我这些买的衣服还蛮搭的，算是都还搭得上它的颜色的方面。对，看一下我把它绑在后面。瞬间变成美式辣妹的感觉，还不错啦，只是就是要小心一点。不过它真的很薄，是这种天气不会那么热，这种天气就是要穿这么薄。那以上呢就是我这次夏日穿搭要分享给大家的衣服，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大家有看过珍珠美人鱼吗？我真的超爱珍珠美人鱼的。